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2023年2月1日，来玩这款《胖胖 The Great Space Rescue》。《胖胖太空大营救》是一款仓鼠像素闯关跳跃游戏。Play 商店预先注册于1月31日通知上架，有中文模式。在游戏中，我们无法控制仓鼠胖胖，透过移动平台和它周遭的物件来帮助它闯关，布置弹簧、剑桥铺路，从外太空到充满飞鱼的海滩，还有丛林深处的古老神庙，自取敌人并打败猫队长与他的手下。游戏的玩法比较新鲜有趣，需要两只手指同时操作，一只手指按住时间暂停，思考如何布置道路，另一只手指则是拖拉机关道具，帮助小仓鼠通关。游戏采用买断机制，可以试玩一关，之后关卡需要付费解锁。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画面与体验。OK， 来吧。啊，游戏的话叫做《蓬蓬的 Great Space Rescue》，给它跑一下像素啊。我这边有繁中是不是 ？Language 有繁中，那我们当然是选繁中啊。好，《蓬蓬太空大营救》这个主角应该是小仓鼠啊，然后是像素风格的，致敬那个以前任天堂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哇，单机游戏就对了。那你要怎么赚钱啊？看广告吗？这边有像素跟平滑，那我们用平滑吧，好不好？平滑的话就比较湿滑一点。好，仓鼠，我有养仓鼠，我仓鼠已经1岁多了。不行，哦，我家仓鼠不是很喜欢跑那个滚轮的，我有买那个滚轮，就那个跑步的那个滚轮，但它只有刚来的时候跑一下，后来就没跑了。它喜欢睡觉，一天有20个小时都在睡觉。好，这边有猫咪耶，猫咪是坏人是不是？在这个故事里面，哎，对啊，猫跟老鼠嘛，跟仓鼠。这真的很复古哎！哦，这个连这个画风都很复古啊。嗯，哈哈哈哈！帮他配音一下。这游戏我们不是控制仓鼠啊，我看那个游戏介绍是说，可能我们要帮他做一些可以度过一些困难的一些机关的一些平台吧。砰砰 ，Dusk Day， 那这边应该会教学吧？他自己跳跃，等哟，等哟，不是我控制的啊。然后我们可以收集这个，这样我们就有积木了。按住。可以暂停就对了。动，我怎么拉方块啊？你这个教学，我不是很懂哎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这有点难啊。他这个他跳过去嘛？然后呢，按住荧幕来选择。我不会啊，松开已放置。我怎么弄啊？我要点一下就对了，是不是？点荧幕就有了，是不是？欸，这有点难啊。我也是第一次玩到这种游戏。哎，为什么没有跑出来啊？大家看我这边耍蠢。
我看一下哦。哦，这样子是不是？哎，我研究一下，我研究一下。好了，我会了，这个要两只手指操作啦。就是我按暂停按住之后，那我才可以点这个萤幕啊。大家懂吗？就是我要按暂停嘛，然后就按这里嘛，这样就会产生的。它不能单指操控，因为我这个暂停，我一滑它就没了，我必须要按住。那你要去调整一下距离，帮它生产一个路线。那跳了过啊。好，过了，大概是这样。这感觉比较短欸。这是什么？游泳的积木哦。这样就可以了吧？这好像是暂停的时间，是不是？他说要切换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边要切换是不是？好，被我用掉了、欸，怎么办？摔死，好难哦、喔。这个很益智啊，尤其是操作一开始不太会用。怎么切换啊？刚被我用掉了。轻压物品来切换，这样是不是？哎呀喂呀呀呀！要再下来一点，要再下来一点。物品，这个物品要用完，它不会无限啊。一开始是无限，没错，应该是教学而已。哎呀，又失败了。哎、欸，这次不小心成功了。这个用掉就没了哎、欸，要有次数，我这个弹簧有两个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检查点可以给你二次机会炮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机会炮啊？红娜娜哦，他告诉你说你死掉之后可以回去，是不是？哦，了解。这有四个啊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能太近，你知道吗？这跳得过去吗？感觉跳不过去，又跳了过去，这样我又少一根棒棒了，怎么办？啊，过关。那你们觉得这游戏好玩吗？可玩性不错啦，单机游戏，而且感觉他怎么赚钱啊？他怎么赚钱？什么都没有啊，广告也没有。这边说你要两只手指控制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按暂停，一个放置你要跳过去的。哦，这要购买游戏哦。稍后，好的。我要帮助他哦，好的。支付失败，哇！所以他是要这样赚钱哦。了解，那没办法，哦，没办法。继续设定。虽然是买断式的游戏啦，我想说这个游戏怎么赚钱啊？原来是买断机制的啦，好不好？买断机制的话多少钱？他有没有写啊？他在那个 Play 商店上面的下载次数没有写嘛？没有写说是怎样啊？然后稍后不能啊，只能购买啊！我来试试看。啊，我没办法买，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设信用卡吧？是不是？不能买啊？有没有？不能买。好吧，只能这样咯，试玩到这边。好，我们回标题吧。
那么就先这样咯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